今天我们做凉拌菜拍黄瓜。这个黄瓜呢洗干净了，现在呢已经去头去尾了，三条黄瓜我们就给它拍扁。黄瓜拍好了，我们要搁一点盐，杀一下水分，下面我们拍一点蒜，干辣椒，放入一个碗中，我们调一个汁儿。那我们先把汁儿调好，酱油一勺，两勺，三勺，四勺，一勺，我们的香油，白糖一勺，蚝油半勺，白胡椒，一勺白芝麻，我们的调料都拌好了，炒锅加油，开始炒花生米。腌的黄瓜已经出汤了，把我们这汤倒出去。下面把我们炸好的花生米跟油倒入我们的黄瓜中，把我们的调料汁加进去，翻拌均匀。拌好的花生米倒入锅中，一盘美味的花生米就拌好了。我说错了，花生米真的太香了，这一盘美味的拍黄瓜就做好了。